她被称为新晋的国风女神，形象优雅知性，落落大方，谈笑之间让人心潮澎湃。她就是这两天凭借国风打扮频频冲上热搜，一笑倾城的治愈系女神潘敏，也被无数网友誉为古有帅哥潘安，今有美女潘敏高度评价的代表人物。她到底有何魅力？潘敏来自福建福州，是被无数网友称为颜值天花板的存在，同时也曾是福建师范大学的颜值校花，清新脱俗的气质和出色的颜值深受粉丝的追捧。她也被誉为全网无数宅男的白月光，明眸皓齿，优雅动人的形象深入人心，皮肤细润如温玉，柔光若腻，娇艳若滴的感觉看得让人心动不已。特别是她的古风扮相，一颦一笑都是一幅唯美的写真大片。她有着清纯可爱的脸庞，她的笑容犹如星辰大海，充满力量。她迷人的眼神能给人一种宁静而又充满生机，她黑发披肩闪烁着万般光芒，她拥有仙女般的颜值，犹如星光熠熠，一眼万年。她活泼灵动的性格充满了少女气息，风髻露鬓，双眸似水，腮边两缕发丝随风轻柔拂面，平添了几分诱人的魅力风情。如今的潘敏已然成为无数粉丝的颜值女神。如果古风网红美女有天花板，山海关雾和潘敏，你会如何选择呢？